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Kisa。 这个是少女的旅途活动剧情关卡，为了铭记的启程。那攻略自动完。咁啊，睇嚟營運之前嗰啲劇情活動啦，即係俾人鬧得太勁啦，我諗。咁所以咧，而家嗰啲劇情關咧，嗰啲設計咧都非常之親民易打嘅。咁佛心嘅關卡啦，大家一齊拎聖魔晶啦。咁我哋聽日嘅劇情關卡再會，拜拜。